然后我们让大家，我们其实最重要的时间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是，就是你有什么问题都尽量可以提出来。那我记得有一位小姐是先给这位小姐，对，不好意思，我们以那个以这位黑外太小姐先，因为她刚刚有在等，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大家都很累，我知道。那我要先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十二月六号你们提到的大会是就是那一天我们去澄清那个都委会的续会。OK， 那我真的要在这里呼吁，那一天大家有空都要去，因为我那一天人有去现场。那我们那天的情况，因为今天好像其实蛮多人有去，但是今天好像没什么人提哦。那我就很快的提一下，就是那天都委会澄清，我们内湖区的居民就自发性去了，应该是大概有100多位吧。那我们去，因为我们是自发性，所以我们是有点零散。那我们到那边以后，才大家互相问说你住哪里。那那个会，我们的这个会是放在两点讨论。那到后来我们才知道说，实际他们12点就全部去把汤清席都坐满了。那我们也不晓得他们是实际人，因为他们都没有穿制服。那我们是很规矩的站在外面一直等，等到2点，我们想说他们应该会出来，然后换我们进去。结果一个人都没有出来，然后我们才知道说，哦，原来他们12点就去等。那登记发言也全部登记完。那刚主席有提到说，下次再去登记发言，我觉得可能有点困难，因为那天主席有讲不再接受登记发言。因为那一天的会登记的人太多，所以那天会其实没有办法讨论。那我们等于是有点技术性把那个会给印下来，是因为发言人太多了，让他没办法讨论。那下一次可能还能发言的人，就是剩那一天登记的，大概还有我印象是只登记到60几号，因为刚隔阵是说108啦。那我补充一下，因为当天送进66号之后，慈济又再动员了一次，然后他们就是不知道怎么样又拿到新的发言单，然后强行又送到林建仁的手上，所以一路从66号加到108号，后面全部都是慈济的人登记发言。回应一下。那真的是那一天我是最后一个发言，我是44号，那我们还有一些人没发言，前面20几号大概都是赞成。那很明显，就是只要讲赞成，那所有旁听席的人就是一律鼓掌，而且非常整齐。那只要讲反对，那就是其他人鼓掌就是零零散散，因为我们大部分去是比较自发性的去，所以我们没有一个固定的群聊。那我是要讲那一天的线上文化。我是要讲。几点？其实我刚其实不太好意思讲，因为我其实是慈济功德会，我已经捐了20年，但是我基本上我很反对这个案子，可是并不是所有的慈姐都知道这个案子，因为我们去问一些师姐，他们说上人6月份有来过，那他的指示是说如果当地人不喜欢不要硬来，那个是这边的师兄也跟我们说，可是看起来好像又不像是这个样子，以目前来看。那一天去我看到那天去的慈济坐在那边的人几乎看不到，我只看到有一个是在慈济环保站之间长期服务的慈济，其他说实在都不太认识。那我真的不晓得他们是哪里来的，不知道是总会来的还是对，就是我觉得就不像在这边常常看到那些慈济兄姐，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过我可以在这边就是响应就是张教授讲的，那我们直接捐款我可以从今天就停掉，就去捐给白海豚，那就是请大家也可以这样子。那另外我还要讲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这个是刚有个妈妈，她因为要接小孩，她先离开，然后她给我这个东西，我觉得蛮重要让大家知道一下。
就是因为郭里长人不在现场，我很想问他一个问题，因为他是说他并没有去支持这个案子，他刚刚有讲一些。那其实当天有一位游成雪里长，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他，他陈游雪长，对不起，他是那个碧湖公园那边的里长，应该是讲，因为刚刚就是那个家长给我，他去查网络查出来，他是湖滨里的里长，他那一天代表37位里长拿着那个联署书发言说，全部内湖欢迎慈济过来。坦白讲，我觉得被打了一个巴掌。他说全部内湖都欢迎，然后还拿联署书，那他是代表，他是代表过去。那这位妈妈她是去网络查这些资料，她说我们这边内湖里有个里长联谊会，那会长就是湖滨里里长，就是陈游雪，副会长是大湖里里长，这是他给我的。好，那这个我就不知道，可能大家可以再确认一下。联谊会的副会长就是郭先生，就是我们郭里长。那大家可能不知道知不知道，那个湖滨里本来有一个就是内湖派出所的对面有一个很旧很旧的派出所，那个是三级古迹。然后他当初要开发那一片，就是因为它是古迹，所以一直卡了好几年。可是，在最近全部打掉了。不知道大家应该印象很深刻，就是整个都打掉了。那个是日治时代的古迹，那是我记得也是三级古迹，现在已经全部不见了。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对政府的保护古迹跟保护生态的这一块，我们真的必须忧心忡忡，因为那个古迹是很明显就打掉，所以在要整地要盖大楼。然后我们这边是白鹿寺山那边的步道，也是以前的遗迹，那这些好像现在也是在整治。所以就是说，当这些人文的古迹跟这些都市开发碰到冲突的时候，我是觉得他可能需要一些比较积极关心的态度，因为有时候可能不能完全就信任政府。好，刚刚德政也讲很多，可能就是没有办法。所以我这边还是要呼吁说，12月6号如果大家有空，或者说如果说像我们是有留网址给他们，那你如果那个 email 就是那个网址什么还没留的，是不是可以待会留一下？那他如果有讯息，比如说他要通知什么时候可以去集合，或什么时候大家可以去的时候，大家可以得到第一手资料，就可以到什么地方集合，这是我要讲的。